10月15号，我们在宿州市永桥区寻找好吃的驴肉和驴肉火烧。喝早酒。前方百米后绿灯路口左转。所以说呢，我不开车，我朋友帮我开车。驴骨贼大。驴皮好东西，驴板肠，驴骨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蹄筋儿，蹄筋，对，那这个火烧多少钱呢？7块，七块，下驴肉七块，下驴肉七块，标准七块，精品的十块，就大嘞。对，这不是，那肉多。不要大。肉多，肉多的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消费也不是一般群众能消费起，这个消费，所以在小县城，人家干这个驴肉火烧干不赢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消费太高了，7块钱，消费太高了。像我们这个一碗蛋炒饭才5块钱，你搞7块钱搞一个驴肉火烧还这么小，所以在下面，对。烤一个啊，哎，多半。闷的，这驴皮冻的吧？这个不是熬的，熬的老汤。它出味，味道好。对，掺上点绿肉不显那么干。太烧了。这是第一次吃这个火烧。你还第一次吃？你把老鸭菜你备好，长得喜庆。长得喜庆。哎，快点给他拍个，说的。像这点多少钱？这一点就得80块钱。我的妈呀！这个两个试试。好，今天早晨又来设施一把，这是这叫驴舌头，这是驴小肠，这是驴肉，这是驴鞭，这是人工蹄筋，这是肋扇，这驴蹄子。你看。
来一个。这个口感好。我的幸福小生活开始早九早起，现在是7:30，我喝酒我喝酒人这是驴鞭，驴腿肉我的幸福小生活呀。